停车场的方向，我们来到台北新乐园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很热，所以我们选择是下午傍晚来到台北新乐园，带小朋友去看看有汪汪队的活动。那出发啦，小孩子先进去，因为我停车也要等很久，要排队。哦吼，智慧无人超商，就是没有电源啦。来，我们来到售票门口啦，我们来看看台北新乐园它门票是怎么样的啊，有悠游卡的哦。售票处 Go。 如果早上来的话有一日放券，那星光票的话是下午四点开始，那是140元啊。说真的好巧哦，那来这边要准备进来的时候遇到朋友，真的是太巧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附近的设施吧。那最近有那个汪汪队的那个活动，今天是第一场，那下个礼拜天还有，下下礼拜天都有，在一个月内的假日。哇，好大只的毛毛啊！今天应该是毛毛和天天。哇，现在是拍照活动，因为爸爸要停车啊。小朋友拍照好开心啊！那这是园区的导览图，有咖啡旋转咖啡杯啊，星空小飞碟啊，魔法星际飞车等等等。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是在汪汪队这个游乐设施。哇，这个室内凉快多了，汪汪队的游乐设施，哇，好多小朋友，还有纪念商品。要玩这里游乐设施的话，假日吃就玩到饱499，平日是399。就充号码牌啊。哇，玩具耶，小朋友看到玩具就眼睛就很亮了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、哇，这些纪念商品应该会杀死爸妈的钱包，真是太多玩具了。还有那个画笔，这个是阿奇耶，阿奇在开车，专心的在看赠品，那个纪念品。那孩子的餐盘跟碗，孩子整个疯掉了。他还要买那个小阿奇的小电风扇，阿奇。哦，那是毛毛，爸爸竟然都忘记名字了。对、啊、排队入场很开心呢。这是我们等一下进去的游乐设施啊。哇，在这边开车子哎。哇，小婉开子阿奇的车车哎。你啊，你那么猛哦，一直往前开，你要注意交通安全呢。哇，小婉要进去冒险了，叔叔也跟着进去哦。看到孩子一个一个闯关，这个游乐设施可以一直循环的游玩。出来，小婉又再次闯关了。哇，小婉要来闯关了，屁股溜下来，溜滑梯，溜滑梯。勇敢的溜滑梯，溜滑梯，溜滑梯，耶、yeah, ！对，没错，溜下来，好棒！闯关，再来跑一圈。小婉在第三次闯关，加油！慢慢溜滑梯，对，好棒好棒，越来越快，继续拜耶、yeah, 要继续闯关吗？小婉再次闯关啦、啊、越来越成熟啦，溜滑梯，
哇，好棒哦，自己来了，耶、yeah, ，自己来了，哦、oh. ，哇，现在孩子的动作越来越流畅了，哟、哦，越来，哎呦，小心小心啊，耶、yeah, ，好，赶快赶快。啊，阿爸买个安保气球。哦，摩天轮。哦，海盗船哦。还有这个水上汽艇。它二楼这边有 7-11 儿童剧场，还有美食街。哇，美食街里面也卖很多小朋友可以吃的美食。哇，这里好多位置可以坐 ，7-11。这里面有意大利面，还有四海游龙，还有蛋包饭、花莲扁食，刚有看到甜甜圈哦。哇，这喵喵造型的甜甜圈好可爱哦。这是四海游龙的煎饺一份套餐，这是豚骨拉面加猪排，还有薯条。这个又是冻饭啊，猪排冻饭。孩子啊，要吃什么呢？吃薯条、猪排、面面，还有浓汤，好棒啊！刚好这次我们买那个汪汪队的天天的盘子跟碗都派上用场，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自备碗啊。哇，乐园里面的夜景还蛮漂亮的哦。这就是水上乐园。欢迎大家多加使用需求，可前往沙坑游戏场旁逛几次。欢迎漂亮的摩天轮，还有旋转木马。好啦，我们玩累了要回家啦，也吃饱了也要回家啦。以上简单分享，拜拜。